他好像都是可以来这边，然后我知道他现在在想问题，就是在书中，所以我们就先展示他是用什么方式吧。接下来80分钟里面，其实我并没有一定要讲什么，我是有一些简报。好像是有位朋友已经说他是第一个，我实在是很棒。这个头像的概念啊，那这个头像的概念，我就一般就是嘛，就把它掰开起来，就说哎，这个人真的很棒，看到头像。这样我们在回答之后呢，都把这个问题把它收掉。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要让大家想一想说，在接下来80分钟里面，大家想要听什么？那在这个中间呢，因为刚才主持人多少有讲到一些我们以前在做的事情，那特别提到我在就是联合国大会期间嘛，在那个纽约去跟大家讲说，在台湾在去发展目标里面是怎么样子去贡献，怎么样子去跟大家进行协助，怎么样去发展我们所谓的软实力哈，就是做的。好，那所以大家还在想问题的时候，我就先把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关键字啊，像什么社会创新啊，什么这些大家可能快速迭代啊，数位会议啊，接下来这种抽象的这些东西，先给大家设置张图片，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说，这些名词后面它是什么意思啊？那这是我的办公室，这个它在台北工作，台北工作大家可能知道，现在已经有放在文化市场，就是所谓的 C Lab。那它一侧是金文化室，那另外一侧就是我们的社会创新实验中心的一个自己的入口。那走进去之后就会看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礼拜三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我都在这边，所以很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聊天记录不能放到网络上，所以如果你能够接受的话，就每个礼拜三都欢迎来找我聊哈。那这个地方呢，它是很特别，它不像一般的公共的所谓什么育成中心、创客空间，我觉得那些也没有什么。但是就说这个特别特殊之处是说这个空间的逻辑是上百位做社会创新的人就是解决社会问题，但是跟社会一起解决的这些人一起去集思广益出来。好比像说这个足球场，它就是鞋卖而化，鞋卖在纸上化，然后有一个叫点点山社会企业就把它具象化，就变成大家看到了这样子。有很多视觉设计，其实我们发现这些鞋卖的朋友们，他们看世界角度跟我们不一样，反而是更有艺术的这个气质，更有感染力。那里面每一个部分，包含每天要开到晚上11点啊，或者是要有厨房啊，要有咖啡厅啊，还有一个大厨啊，这个大厨要18度，而且他是城市设计师，偶尔还写点城市啊等等的这些朋友，都是当时我们在创作这个空间的时候共同邀请出来的。那当然也包含我们应该是在这边。那这个地方它对有趣发展什么贡献呢？简单来讲，它起到一个 living lab， 就是一个活着的实验室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你有任何想法，这个想法可能听起来你只能看到，它可能还违法，但是呢，你到这个空间里面，它有一个安全的，让你可以理性看到或者违法的这样子一个空间。好比像说，像 MIT Media Lab， 他们就跟北科大合作，天津院就在这边就开始开无人车。我们明明这个无人载具的实验条例还在立法院还没有三读通过，但是因为这个空间是一个比较可控的一个场域，所以他们就直接在里面开始开这种无人车。那当然，这个无人车是三轮车。那大家知道，可能同样里面说跑得快，但是想跑得很慢，所以撞到人也不会怎么样，撞到车主也不会怎么样。那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证明说这样子的无人载具，它怎么解决社会问题？好比方说我们在建国花市，大家可能一面要买啊，一个要提啊，还有不方便嘛。可以买一瓶一瓶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往这个车上面丢。那这个车就是好像同类动物一样，就一直跟着你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到最后你可能就是买了两车、3车的这样子的东西，那就自己组成一个车队。然后到最后你就是骑上其中第一台，然后他就开个10分钟把你载回家，然后载回家之后他就去做别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就是说这个的特色就是说，它让我们看到说，无人车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技术概念，它是可以融入我们生活，而且。因为它的城市嘛，它的硬体、它的设计、它的资料全部都是公开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哎，像有朋友觉得说，哎，它这个一个指示灯来表达他的情绪嘛，比如说红色表示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手足无措之类。有些朋友们觉得说，你该换成，好比说狗或者猫的那种脸，能够更了解这种情绪，就给无人设计加脸了。那你就不需要去问原厂，因为原厂这个概念，大家都是开放创新嘛。那你就算不会写程式，你画一个草图，然后旁边去找一个或者大学的学生，他们就帮你开始改装，然后你的那一台无人车，忽然之间就变成是可以用动物的脸去跟人对话。这个是空想，这个我们在做这个。那反过来讲，我们也用各种方式去看，从这些
界，同时的眼中，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世界。所以，每次在做永续发展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不是好像由上而下的说，大家一定要有心去追求经济发展，然后他们赚钱的过程里面造成一些环境问题，所以只好捐钱给一些 NGO 去解决这些环境问题。那环境问题的人呢，他们可能觉得说，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个关注不足，但是他们要去找合作社啊，这些社会团体去凝聚这个社会价值，然后是去做志工。那这些志工呢，这个在白天呢还要去上班，还要赚钱。所以就说在此之前啊，社会的不同发展的力量，它是有点。不要说互相抵消了，但是就有点分门别了，好像一个人的时间是一天里面你化成不同的这个时间。那我们为什么要推永续发展目标？就是因为2015年联合国问了全世界几百万人说，你希望2030年看到什么世界？那大家就放天灯了，就许愿。那但是许愿当中，他说，这里有些共通的一些价值，那这些价值就凝聚成17个这些价值。那这些价值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七项，就是说我们对这些共同的价值，我们可以享受一些创新。那些创新的特色，就它同时照顾到经济的、环境的跟社会的永续。那所谓永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个地球，每个人都待几十年，最多一百年嘛。那我们来的时候是怎样子？离开的时候，它这个比来的时候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那所以，我想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就是我们提供这样子社会创新的空间的这个具体的一个目的。好，以上全部都属于串场，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到底为了什么？看一下70分钟啊。那这个，因为刚刚跟这个后台的朋友们说，其实这条真的很长，然后所以我会尽量就是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但是呢，通常我在回答的时候，大家就有新的问题冒出来，就追问啊等等的，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跟这个 promise 说。OK， 我就不要放在说每一个都回答得了。那但是如果我们就是80分钟到，然后问题就都已经就是没有回答完，那就很抱歉。但是如果还没有到，然后大家都没有问题，我们就提早结束吧。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OK， 有个朋友这个提了程序动力，我们先处理嘛。说麦克风是会粘在一起，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后台的音控稍微调整一下？后台的音控表示。他们已经调整了，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那因为最新的理论会放在下面，所以刚刚就是程序动力都欢迎这样子来提出嘛。好，有十个朋友问说，这个请问用科技啊去根据这个有什么看法？那个这三个字啊，就跟那个佛地魔三个字一样，就是我看到的时候就念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字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以定义。它最早非常使用的时候是说它是新闻报道，是媒体做出来的，但是它的内容是不实的，它不一定是故意啊，这个叫媒体的内容。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人认为说，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说，它明明就不是新闻工作者做出来的，那但是呢，它好像披上一个新闻的外衣，那所以呢，它好像是仿造了这个新闻的外衣，但是希望大家去相信。那这个呢，叫 disinformation， 就是刻意的这种不实讯息。那但是呢，这两个共用了一个中文翻译，所以就变成没有办法这个明确的讨论出来什么很重要的事情。那有一次我去跟那个他们市长，我们这个关者市长讨论的时候，他说他觉得这两个都不是他心目中的假新闻。他觉得假新闻是什么？是记者辛辛苦苦写的一篇报道，但是编辑下了一个跟报道完全没有关系的这种标题，就是标题杀人了。对，那他觉得这是新闻工作者这个他做求取真实嘛？但是编辑呢帮他加了一个假的这个包装，他觉得这个比较奇怪，掩饰什么？对不对？所以简单来讲，就说这三个字他已经就是每个人都丢新的这个意义上去，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当你在讲假新闻的时候，你的意思是。disinformation 是 misinformation 还是不为不服，还是什么别的东西？那所以这时候变成说没有办法讨论，最后只是这三个组织是不会去使用的。那当然，并不是说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是看是一个问题。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两个太阳啊，这可能要分别解决。那至于科室长讲的那个太阳，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决。misinformation 就是说记者他经过查证。那但是呢，他播出来的东西，到最后发现，就是不是事实。
那这样子我们要解决它的方法，如果比如说从科技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蛮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记者捐献即时报的那个时候，我们给他一个即时的可以澄清的讯息。那像行政院我们自己就是非常有缘去提供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如果现在去行政院的官网，这就是 www.ey。那行政院官网里面呢，其实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叫做即时的讯息澄清的这样一个专区。所以跟任何部会有关系的媒体的报道，如果我们发现说，哎，他们手上有一部分的事实，但是我们手上有另外一部分的事实，好像拼拼图一样，能够去跟大家有所这个切磋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在行政院官网及时的去把它抛出来。不是光这次参与平台，因为我现在在会场，公司我同仁的手机，所以有点点慢。好，但是我也有这个。我们放在首页的上面的好处就是说，理论上把它大概在十秒左右就应该要会露出来了。但我先讲，就说大家先脑补一下，就是说在这片空白的画面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及时的每个部会，今天早上七点看到这个日报或者是一些新闻媒体对我们的施政就是有些想法，他有一些觉得它是事实的部分，那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有一些额外的事实，另外的事实可以去补充。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及时的澄清的这个专区，及时的去发一个稿子。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可以养成大家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说一开始一上来它就一定百分之百就是拼图的全部，而是说我们在这个中间，这个拼图它七点拼了一片，我们九点就会补另外一片上去，十一点又再补一片上去，等等。然后大家就会学到一个，说好，那你等到午间新闻的时候，这个拼图比较不清楚。等到晚间新闻的时候，这个就更清楚。因为媒体工作者其实本来他就是很需要多方的消息来源，所以我们做的方式就是说，我们让他在取得消息来源的时候，不用让部会的承办人接着层层签合啊，签个七天啊，说不定才发一个稿子给你，那这个时候时效早就过了。所以我们现在不是七天，是七个小时，而且我们就是让各部会有个评比，有点像积分榜一样，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某某部会目前平均四小时，另外部会另外平均五小时这样，要产生一个同侪的一个效应。所以到现在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大概到一个 cycle， 就是三四个小时之内，就会提供给我们媒体记者，就是进一步的相关的实时资讯。所以这个是对于 misinformation 的处理方法。对于 disinformation 的处理方法，被说完全不一样。因为 disinformation 其实他的工作者并不是新闻工作者，他的工作者很可能就是他有特定的政治目的、经济目的、环境目的，甚至什么目的，对他来讲。其实你越给他澄清稿，他就越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拿去这个变造啊、拿去改造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件事情其实我非常仰赖我们公民社会的朋友。那因为网络速度慢，所以我不是很敢开这一页，但是我们还是开一下好的。就是说，我们公民社会的朋友现在有很多像台湾时事查核的中心，或者是我现在正在旁边开的一个叫做 CoFacts 啊。那 CoFax 它是个 LINE 的一个机器人，那名字就叫做真假的。那其实大家看到这种 disinformation 的时候，常常有时候你会反射性的想要去回忆一些比较情绪性的东西。但如果你回忆一些情绪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你无形之中在助长那个冲突性。那我们知道说，在社群网络上面最容易扩散的情绪就是愤怒的情绪，所以当你去助长它的冲突性的时候，你等于是在帮它增加触及率。那这样子对谁都没有好处。但是呢，我们后来就发现说，在不管LINE群组里面，在社群网上，在哪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四个字，就是你只要回报真的假的啊，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你不需要花额外的时间，你也不需要动气，你看完全不需要什么情绪，对不对？你只要说好真的假的，这样子的话，那就会突然间从一个好像被那个一张图片或者片面的东西去动员愤怒情绪的情况，哎，突然间我们稍微抽回一点距离。深呼吸一下，对吗？真的假的？那其实这个就是全部，这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好，那这个我们为了这个性别平权的关系，所以这个公民社会网站你每次 refresh 的时候，会变成你弟啊、你哥啊、你爸啊或什么之类的，我们并没有歧视，你大概能够清楚的意思哈。好，那但是呢，这个 bus 的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如果把它加成一个 line bus， 但是不是政府做的，政府没有出来，没有出钱，那加成 line bus， 然后你看到 line 上面有一些你想要问真的假的讯息的时候，你就转传给这些机器人，它的名字就叫真的假的，所以就会说哎真的假的。
然后呢，他又会去在这个谣言的这个资料库里面去找有没有已经做过类似的事情。其实当年我们基础社区、我们公益科技社区解决了二次性问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解决的，就是第一个受到二次性的人，他当然就是需要浪费一点时间去看到底是不是什么埃及尼亚的王子什么有什么大钱什么之类的东西嘛。那但是当他却说到这个就是二次性诈骗，然后你就按一个标志为诈骗，那就不管你正在用哪一家的 email 伺服器，他们会共享一个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就是任何人去 flag 去说到这是诈骗，只要有足够多的不同的人去收到，那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人在滥用 email 资源，寄给五千万个 email 的用户。那这样子的话，后面的这批99%的人就不会再收到，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既然确认之后，他就会在收信的时候去看到了。所以真的假的里面有真的也有假的，它不是说都是假的嘛，这个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我们目前可以看到，那就是大家可以群策群力，他们有一个编辑的小聚，就是一固定去聚会，然后去回应上面这些传言嘛，去进行查证。所以目前是已经全部回应了啊。那但是呢，刚刚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回应的这个列表，那这个已经回应的列表里面呢，就包罗万象。那他们在查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会打一个圈，打一个叉，或者是打一个惊叹号，好像说还有个人意见啊，或什么之类的，愚人节的合成照片啊，或者什么之类之类的。那到底我们目前最流行的是什么呢？其实大部分都是说吃完饭不要吃什么，什么跟什么不能一起吃。为什么它有传染力？因为长辈都很喜欢东西浪费嘛。但是不管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反正我先传了嘛。这个就是对不对？有病吃力，无病强身嘛，对不对？这个真的是，所以即使是现在比较靠近选举哈，或者靠近一些公投哈，其实大部分还是这种就比较医疗啊、卫生啊等等这些部分。所以像什么磷酸盐、强健于人食品，重点不要摄取过量，什么之类，这个都是大家可以直接去这个加入的部分哈。那当然，我们这个可能不要看太久，会精神污染。查证的这种方式，那大家都可以加入这个查证的社群，那政府是绝对不会出钱出人或者干预。那我们同样也不会说只是因为你提到了刚刚这个谣言的那几个字，我们就要求你下架。因为你如果想说如果我们政府真的这样做的话，那像真的假的这种网站根本不可能存在，对不对？他们如果全部都是谣言，所以我们如果强迫他观战的话，那这个公民社会好像白血球这样子一种就是免疫机制嘛，就没有办法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目前是一个很平衡的，就是如果是新闻工作者做的 misinformation， 我们像拼拼图一样及时去澄清；如果是非新闻工作者做的 disinformation， 那我们就是靠大众的力量去及时的去查证。目前咱们这两个去解决。有位朋友直接问说，那 Cofax 的使用覆盖率是多少？好，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其实这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因为不像 Facebook 或者是 Google 或者是大家的部落格，我们有一个像 Alexa 这种就是公开的这种统计报告，没有人知道目前有多少个 LINE 的私人对话正在出现，连 LINE 公司都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对话的内容其实他们是看不到的，但是贴图是看得到的，所以就是用 LINE 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就是本来贴图也看不到嘛，但前一阵子 LINE 就会跳出一个讯息问你说，哎，我们想要统计一下贴图的覆盖使用率，愿不愿意？大家如果还在用 LINE 的话，应该已经按了愿意哈。那个，但是 LINE 里面其实有一个隐私设定，你可以去隐私设定那边去把它再关掉。但是因为大家是预设同意，所以现在 LINE 就知道每个贴图的覆盖率。但是因为我们的真的假的这个设计，它其实不是用贴图，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从贴图的使用率来知道说到底目前覆盖率有多少。因为私人对话 LINE 公司是酒店，他们都不知道，所以这是一个谜。所以我们只能说，如果这个你也参加的话，就不如你一个的话，实际上就是。好，有20位朋友们问说，同意这个张这位朋友说，对我们的教育制度哈有什么样子的看法？我自己是从14岁就开始自学嘛，当时国中二年级。那国中二年级，我就记得说，我跑去问我的校长，也是我们杜慧萍校长，我就很兴奋，拿着一个很大台的那个 laptop。他们说，哎，现在有个新的东西叫全球资讯网。在全球资讯网上面呢，就是我看到大部分的研究者，他们都在送给期刊之前，就把他们的论文丢到这个上面去给大家分享。而且呢，它里面引用到了一些经典的文
研究者，他马上就回应我了，他根本不知道我才十四岁，我因为我还没有关系，那他就直接用我开始做研究，所以我就很想踏入了一个十年之后的一个世界，因为确实一个尖端的研究，当他被这个社群确立，但是到他被翻译成一般人不懂的语言，到每个国家的课纲这个审议委员会看到，到他被编成教材教法，大概就是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课本上看的大概就是十年之前确定的人类知识，那但是十年之后的人类知识，目前我当时跟校长说，就现在正在这样子一个网络空间里面，正在被大家所创造。所以我有两个选择嘛，我可以去学十年前的人类知识，里面已经很多已经被研究推翻了，我只是教科书还来不及印而已。那或者是说，我可以直接加入这个知识社群，然后直接创造十年之后大家的教科书里面的那个人类知识。那时候就会校长说，你觉得哪个比较好？但是校长就想想说，对啊，哪个比较好？所以我就说，那所以我需要校长帮忙，因为当时还没有实验教育三法，所以我们在家自学其实是犯法的，那是叫做公民不服从。那所以到某个程度之后，就教育局会开始罚钱，然后每天都要罚我忘记几百块啊。那所以我们家也不是非常有钱的，知道？所以人家想说，那校长可以帮我忙，就你可以帮我打掩护。每次同学来问说这个会不会去上学的时候，我就说都有。对，所以这个叫什么？公务员是不会招我去。对，那但是校长也非常非常这个有 guts， 他说其实录取不会每天来看，他就是断考的时候来就可以了，所以就是每次断考的时候都出现这样子。但是因为当时我的那个国中是所谓的自愿就学的一个实验年代，就是我们的班上的同学是自己按照自己在班上的实际这个同一学校的排名去决定去念哪一所高中，而不是说我们要去考学测啊或者联考啊去决定上哪一所高中。那因为我在国一的时候成绩真的蛮好的，所以就好像会把大家的升学机会剥夺掉。所以我从国二跟校长这样谈过之后，我就每次在考都去，入学就看到说啊我有出现，然后每次都叫白卷啊，然后所以就这样一直到国三，我成绩又被班上倒数第一，但是就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升学机会啊。那所以。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让我这个对体制充满了信心。我觉得说在体制里面的人不是脑袋都很僵化，你想要跟他提出一个就是说让他没有风险，就是入学来就是断考之后来嘛，就说他没有风险，那而且让他可以省一点力气，那就省一点力气，因为他不用再管考或者督导我的学习，我自己掌握嘛。而且他还有一些 credit， 好像说我演讲的时候就会特别称赞我们，都会去讲讲，然后但是或者是说这个他的这个就班上其他同学就升学嘛，表现也蛮好嘛，所以总是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像这样子一种一个学习的方式，其实我就是十四岁的时候学到的。那后来当然就是开始有实验教育出现，那我们就知道现在有实验教育三法，所以其实已经有10%的目前和各级学校的同学，甚至包含未来到大学哈，都可以自己去编自己的课表，自己去写自己的学习计划。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说，在各地冒出来的实验，这些实验里面有很多就是像我们来讲的是切合今天的社会，而不是10年之前的社会。那实验教育发展到现在，其实我在入课之前2年前，我是十二年国教就是课程发展委员会的委员。那我们在课发会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去看所有的实验教育实验呢，当然其实呢不一定都很成功了，实验有的时候就帮大家付学费，所以呢我们就是看那些帮大家付学费的实验，然后就说我们新课纲一定不要这样做。然后呢我们就去看到那些很成功的实验，说哦，我们课纲就是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就是要把实验里面成功的部分收割回来，借用回来，然后变成我们新课纲的精神。那里面只有一个重要的精神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以前的体制教育、惯性教育、国民教育，它强调的是所谓的技能导向。技能导向就是说大家要分流分科去选择学习，到高一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分组等等，这个我都是听说的，我们没高一嘛。那但是听说啦，就是高一的时候大家都要经过一些什么讨论。那但是呢，问题就是说，其实它会让人过度的去认同特定的技能之外，在那个技能的固定的跑道上面，它会助长人跟人之间的彼此比较。但是这两个在现在这个社会都是我们最不需要的，实际上是有害的。因为第一个，你当时你熟练的技能，过了12年之后，到你18岁的时候，可能那个技能已经被 AI 取代了，或者是说那个学历已经消失了，已经跟别的东西融合了，或者是说它已经根本就是你学
觉得东西有一个真的是错的，那这种事情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过度认同自己的特定性的话，就会有人性尊严的打击，就是好像说这个学校的生命要欺骗我的感情等等这样子的感觉啊。所以我们教育绝对不可以学生有受骗感，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说，如果我们配合上的人跟人之间彼此竞争的话，那我们就会忽略最重要的，就是你跟你不同领域、不同想法、环境、社会、经济的人跟协同合作这样子的能力。我们在解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团体跟团体之间当然还是有竞争，可在团体里面其实只有协同合作。团体里面人跟人之间互相比，除了让这个团体最后传承下去之后，没有什么别的好处。所以这样子的团体协作能力，我们如果过度强调竞争导向的教学的话，那反而教不出来。所以像 Capstone 啊这种新的这种学习方法，用旧的竞争导向教育，它其实和一个古鲁的知识完全没有办法写进那个格式里面。所以我们就趁着可以重新格式化这个课程的机会，就把技能导向改成素养导向。那什么叫素养导向呢？技能是外面的，素养是里面的。那我们心理学上培养玩家自发，就是自己主动去找到问题，互动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用跟自己不同的人去进行互动沟通，够好，就是说在沟通时候把对方当工具，或是看对方的价值跟你的价值调和变成共同的价值。我们就说经过十二年的独立教育，你只要教出学生的这三个素养，你就成功。那你怎么教随便？那所以这个就是从刚性课纲变成了柔性课纲。那每个学校的课纲会自己会说，我们学校的特色就是教哲学，我们学校特色就是教电竞啊，或者随便怎么样，就是会有一些校定的必修或选修。那在高中的时候也全面去选修。那你高一完年级去高中，还是高中生？然后高二切换转职啊，什么都是非常容易的。这就是新课纲的一个精神，就是希望大家是以素养作为教学的目的，而不是变成像特定的技能。那所以老师的角色就从教育者变成共同学习者。那这些学习新课纲带来我们站上都有，那我们课程会现在终于正常运作了，所以应该是明年就可以上路。这就是目前我们教育的一些看法。有十二个朋友们会说，请问你最近有没有推荐的好书吗？我其实都不是很敢推荐的书，因为我知道问这个人的背景是什么，是因为梁月同学嘛。但如果在场的话，这个要不要讲一下说你想要听哪一方面，或者是哪一个领域，或者是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好，我们现在就发现说 slide 的匿名提问是非常好取的，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举手的话，就跟杂学校那些短片一样，所以大家在脑里会闪过非常多的 OS， 就是有举手后会发生状况 A、状况 B 或者状况 C 嘛。我其实那些都是脑补的，都是幻觉而已，但是就是在脑里生一些幻觉啊，所以没有强求啦。但是对，好，那所以我就推荐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有意义的这个。书来看一下我的 Kindle， 是上这一台是没有 Kindle 吗？好，不是这本书，这本书在讲那个 GDP 的历史，这本书是很棒的，但是不是大家对 GDP 都是有那么大的研究的兴趣。那这个他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太过于看重 GDP， 我们只聊 GDP， 所以 GDP 做的过程里面去造成环境跟社会的问题，那其实都没有办法靠 GDP 来测量。所以这个作者就希望说，我们可能不要只量消费者信心指数，要量公民的信心指数，不要只量这个 GDP， 也要量环境跟社会相关的东西。总之，我们要从新的一套在国际上面去量测的方法，那种去发展目标，其实就是这位作者非常推荐的方法。所以这个比量 GDP 的话，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我要推荐先这一本，它叫做 New Power， 但是还没有中文翻译。那 New Power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简单的易懂的一个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办法直接跑到图表那一页，没办法，我听到好像这方面很对劲。好，那所以我用讲 New Power 简单的讲，它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本来的权力运作的方式，就是由上而下，叫做 Power over People。那我们现在大家用手机来决定我要讲什么，这个就是说大家去掌握疫情设定的权限，那这个叫做 power with people。 那一边是 over people 嘛，一边是 with people， 这个 power 有不同的形式。但是呢除了这种权力运作的形式之外，其实还有这个权力它服务的价值。有 O 法理， O 法理就是说我们希望权力尽量集中在一些有能力的人身上，让他来带领这个社会，这个就是所谓 O 法理。那新的价值就是说，我们希望权力尽可能分散到每个人的身上，然后让每个人自己用自愿结合的方式去让社会变得更好。那这个是所谓的 new value。那所以 old value、new value、old power、new power，
这样子加起来就变成了四个象限。那在这四个象限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物，那他去分析说我们最近的各种不同的政治啊、经济啊，或者是从当年的冰桶挑战到现在的 Me Too 运动啊，他是怎样去运用不同的价值跟不同的 power 在这里面去扩散。那这个作者呢，他提出了 ACE 这个原则。什么是 ACE 原则呢？ A 就是 actionable， 就是说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 slide 马上就可以输入，他只要花你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大家都很愿意做，这个叫做 actionable。但是如果你需要花你超过一分钟的时间，那就只有这个就是死忠脑粉啊等等才会去做。所以这个参与这个门槛调低叫做 actionable。那第二个是所谓的 connected， 就当你在做的时候，别人可以按赞，别人呢也可以再继续补充追问，而且最重要的是说你问题被回答了，那这对所有人都有帮助。你会觉得说哦，我在帮社会公益去做一件事情，不是只在帮我的个人利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connected。那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 extensible。extensible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你自己下一场办活动的时候，你也可以用 slide 啊，你根本不需要用我这套方法，你可以用线上投票，你可以用 slide 来做投票分享，你可以这个就原则可以不是按赞最多的人，甚至你可以去改变他的这个 layout 跟他的规则等等。那所以意思就是，它不是只是为了我们这一次互动使用，而是说任何未来的活动，它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进行延伸，所以很容易行动。行动的时候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且很容易延伸，任何东西它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它就会开始变成好像传染式的这种行销。那这个时候最重要就是要放下，就是不要第一个用的人好像我要主导这件事情，而是说我要愿意让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的人自己再去生根、再去开花。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new model， 跟所谓的 new power。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都欢迎来看一看这本书。有二十位朋友们想要回应毛毛的这个问题，说，身为一线教师，如何跟家长、学校员、甚至全国主要学生默契积极，接受另一班课程的四万老师管理，而最担心的就是不仅学习模式。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们最不担心的就是第一线教师本身，因为当时我们研究小组就是拿第一线教师们的想法去做什么新课纲的这个包含教师手册来学生之类的。那他们当时就希望我们去说服大考中心能够用四万考生的方式来做评量，那这个是我们各大的主要工作里面做的嘛，应该是有做到。那但是教师大考中心学校学制经费补助教学时长这些都到位了，但是最重要的呢其实就是家长。如果家长还是期望说学校就是技能导向，在固定的跑道上面，你就是要跑到第一名，等到你跑到第一名之后，它也消失了，那也无所谓。那这样子的话，那其实我们整个新课纲就等于是空谈，因为等于家长会透过课后的各种方式啊，去把我们新课纲在这个课间的这个教学啊，去把它取消掉，去把它抵消掉。所以对家长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新课纲它的目的是要救救我们的上一代啊。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就不要让他们输在这个脸上。对，说是说出真话。对，那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子跟家长去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的归纳当然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家长他现在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的家长，那就表示说他是在解严之后开始接受基本公民教育。他是在教改之后才开始接受国中高中教育，那这些家长其实是很好说话的，就是说你去跟他们去接触这些革命精神，他们也看到世界正在改变，而且自己说不定都还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加他的小孩当做朋友。那像这样子的家长是非常非常容易去做说服。但是如果现在是高中阶段的家长，那他还在威权的时代，还在戒严的时代，还受那样子的教育成长的话，那我们的沟通也不瞒大家说，不是非常的成功，所以这是事实啊。那所以呢，当然就是说时间是站在我们这里，所以等时间过去，对，就是年轻的家长是会越来越多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不要急，不要觉得说这个你一定要在这一两年去翻转，因为过了一两年之后，你的学生的家长就会忽然之间有一个时代的差异嘛，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提醒一线教师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学校课堂会的这个组成现在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回应家长的这个需求。他如果觉得这个地方他的文化没有被看见，他觉得这个地方的产业留不住年轻人，或者是说他觉得这个地方它的特色变成是让少数的这个几个宣传标语把持，他没法真正深入到在地。其实很多家长对于学校的这个场地要怎么样活化、怎么样利用，他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那以前在旧课纲的年代，你就
或是我们来开启的社团琵琶解渴或准备怎么样的，但是你没有办法用正课的时间，那到最后结果就是你会爆肝。那我们知道爆肝是撑不了多久，但是呢，新课的方式你不用爆肝啊，你做所有这些事情就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编辑你的校定必修、校定选修这种新的这个社区结合的课程，你这个还是算你的推掉，所以你不会因为这样的关系，你要在你本来就已经很忙，我们尽量帮你减掉的教学行程里面，再去弄出新的，让你每天实验室来给专注，觉得就是回家的那种一种东西。所以这里最重要就是要组织起来。那在全国，看看全世界，全台湾各地，就是有各种各样子，像公民教师其实已经组成共同备课的一种社团，或者现在开馆课也慢慢成为一个趋势。那随着这个4G直播的发达，网络馆课开始慢慢变成一种趋势。所以简单来讲，就是你遇到孤单，大家在想的问题也是更多的，所以先组织起来再说。那组织起来之后，你就会找出一些策略，去让这些家长能够应用我们现在一个口诀，就是会吵的都没有糖吃，但是会吵的人都进厨房来，进厨房之后就一起做糖吃。那他进了厨房之后呢，本来吵的，他就漫无目的的吵，他不知道有什么菜嘛，他不知道你冰箱里有什么嘛。但他进入这个课堂会的这个学校课堂会的运作程序之后，他就知道你有多少葱姜蒜，你有多少配料，你有多少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他的贡献才会跟你这边需要的资源能够对焦。那在此之前，如果你是靠着家长会啊、恳谈啊什么东西，那他只能知道片面的对他自己小孩的关于资讯，不能知道完整的这个资讯。那如果是片面的资讯，那他别的东西大概都是脑补，对不对？那脑补虽然很多啊，脑补大部，但是我的大概都是他那个年代的东西。那这就跟你现在世界的教学现场会有可能长达30年的差距。那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这个30年的这个代沟嘛，加一点礼品嘛，对，没错嘛，对，他在受这个阶段教育的时候，差不多就30年前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是要就是清掉他脑里那个30年的浏览器坏区嘛，你要就是强势这个刷新嘛。那强势刷新的过程里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你实际面对这个教学现场的情况去跟他讲，用观课，用各种不增加你的负担，但他能够参与的方式。所以新课堂这些方式其实全部都放在里面。那如果你是高校的话，那当然因为SR高校时间等等已经提前两年，就也在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是蛮有希望的。但是总是要把他的这个 complain 的这个愤怒的这个力量，去变成共同协作的力量，然后就记得说，随着人口的变迁，每一年是会更容易，可能是这样子。有二十位朋友想要问说，对于这个区块有什么看法？区块链现在虽然不像这个，就是刚刚否定我那三个词，但是我通常是我自己讲的时候会说那是分散式账本。那为什么说分散式账本而不说区块链？就像为什么我说搜寻引擎而不说 Google 一样，就是说虽然大家说 Google 已经很习惯了，但它毕竟只是各种搜寻引擎之一。那同样的，区块链技术也只是分散式账本技术的其中一个。那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来讲，就是我们在那个。行政院我们现在有一套东西叫做民生公共互联网啊，那民生公共互联网CI.台湾.gov.tw 就是我们一次去把空气品质、防救灾、地震、水资源所有的资料全部集中到国网的这个高速运算电脑，然后确保所有人可以在相同的事实上面去讨论说我们人类活动对于某个空气品质或者某个什么东西到底有什么影响。因为以前老师都是各拿各的资料、各拿各的算法，然后大家在报纸上面就会看到说这个老师说5%，那个老师说2%，好，那最后预测出来这个老师比较准，可是你不知道是他的演算法比较好还是他的资料比较好，所以到最后都是悬案。那我们现在就把所有的资料同样一地图嘛集中到这个地方，那老师的演算法也不用自己买机器，就 upload 到这上面跑，那这样我们就知道说哪个科学模型才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讨论。那这套系统上线，我们接到非常多现实的候选人强烈希望我们在选前上线，但是科学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选前上线。但是我们有可能就在这个年初，我们就会有第一批这个培养大家协作的这个东西出来。但是民间对这个需求非常殷切，它并没有等我，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知道有空气盒子这样的情况。那空气盒子跟 GUE 的这个临时公共观测网会合作嘛，我去做一个视觉化，所以你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个2000多个站点，在全台湾，大家自己在阳台、自己在学校、自己在各个地方配备，包括当民间教育教材嘛，等等这些部分，就可以知道那台测的这个品质。那我去联合国相关的这个机构分享这个的时候，亚洲的这个各国代表都非常的讶异，非常的惊讶，有点颠覆他们的
三观。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看到这个，就是它其实会影响到环保署的公信力嘛。因为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如果你有餐饮，就算是感测有限，这个品质比较差，你一定相信你自己家阳台的数字嘛。那环保署还在离你500公尺，那即使它的数字跟你不一样，你还相信你自己的啊？那所以亚洲各国的国家都纷纷表示说，你不用到2000个点啊，到200个点我们就去查它水表，或是你们政府都没有动作，那你就非常的压力嘛。所以这个就可以展现出我们亚洲的一个独特性。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种公民社群跟科学出现的时候，因为对我们来讲，言论自由、机会自由、这些自由、当然自由，这个是核心价值。这个不是工具价值，不是去换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存在的根本。所以我们出现这个的时候，我们政府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哦，他不会就加入啊，那这个是真的，真的，对不对？那打破嘛，对不对？那你就加入嘛。加入既不可耻又没有用，人家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加入很具体来讲，就是除了提供那么多公民资源之外，我们也特别是在大家不可能用公民科学用得到的地方，像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有些空白的地方，我们环保署去出勤把这些空白地方填起来。又或者像说，那可以发现这里是最重要的，就是到底哪些是境外，哪些不是境外，我们非常需要在台湾海峡上面有观测站，不然的话大家完全都没有科学资料可以取出哪些是境外，哪些不是境外。那这个东西你要我们公民科学家，我们这个小学老师去这个地方干，你做不到啊，是真的。对，但这个是政府力量做得到的，为什么我们在家离岸风机？所以我们就是要求所有离岸风机的厂商，他们下这些离岸风机的时候，都要塞能够放进去各自的那个空间出来。然后呢，要透过互联网的方式，及时的去，不是超轨，你不可能去离岸风机超轨，透过及时的那个就是这个电波传输的方式，及时的把这个数字加入到这样子的公民科学社群里面。那这就是打破就加入的真正的意思，就是去找到民间真的不可能有资源做的地方，然后用政府的资源去补这个地方，而不是去挑战或是否认掉民间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协作的重点。那这个跟分散性障碍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很多民间参加者的朋友们，对于他们的资料全部都 send 上，然后跑到国网申请，然后让老师算，他们有非常大的一个疑虑，就是我怎么知道你选前一天会篡改这个资料？那当然，我们国网中心不是我们篡改你的资料，对不对？我们国网中心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民间之间关系网络的人士们不一定那么相信政府，那这是很好的，就是说政府应该相信人，人要不要相信政府？说了好，那所以那我们到最后就是用了分散式障碍的技术，就是有民间社群，他们用一个叫做 IOTA 的这样一个技术。那它其实不是电影形式，它是有像图的形式，所以它是区块图，不是区块链。这是为什么我不用区块链这个讲法？因为总是这个分散障碍的团队，他就说好，那在你上传到光中心之前，我就帮你 check 上起来 ，snapshot 起来，然后这一份存在分散式障碍里面，然后呢，国网也存一份，大家手上都存一份。这样子的话，因为国网它只有一票嘛，在这个链里面，那在这个图里面，那其他有很多票嘛，所以国网如果想要篡改资讯的话，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国网正在篡改资讯。所以，但是这个它就是那个比较便宜的方式去买到泽信的技术，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便宜的买到信任的技术的话，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所谓的参与式验证，那就是各版本要归派代表。定期到国网中心，然后去调他们的资料库看哈，这个大家想也知道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因为分散式障碍技术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只能写入，不可篡改，篡改会被发现。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国网的预算资源再多，它都不可能在这个还有它的网络里面去篡改民间所贡献的这个空气品质资料。那这也是很关键的，为什么大家愿意去加入我们的离城公共物联网计划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到。就是纽约啊，或者是我去联合国一些相关单位去分享的时候哈、啊，那他们都是说，哎，这个技术我觉得不止用在空气品质啊，空气品质已经全世界都在用了。这个我们不需要签什么国对国的协定，因为这都开放源码的，他们看到很好用就拿去用哈、啊。但就已经有人在想说，哎，那这样的话，我们除了污染监测之外，我们也可以用来当做这个采矿。像我去纽约就听到非洲的朋友，他们对于这个矿产。所谓 conflict mineral 就是这个矿产它产生的过程里面会有各种不同的胎息在做凝脂克扣，那这个时候各个块胎息能不能运用这样子的分散上的技术去确保它的天然资源是
更有效的管理的，这个对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情况，可以减少所谓的这个血矿石啊的这样子的情况。那或者是说像各地的朋友们在环境、在社会、在捐助方面，像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因为水灾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们跨国捐献，可当你跨国责任的时候是非常困难，你只有靠国际的会计事务所啊、KPMG 啊、PwC， 那他们很贵，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啊，那我捐了很多钱，你100%啊被这个会计师吃掉啊，这个是很不对的。但是呢，你如果没有这些会计师，你怎么知道你跨国三个国家转手之后，到底落到谁的口袋里面？那所以在台湾也有一个社会创新团队，它叫做杜布克，就是 DODOKER。那这个杜布克呢，他们做的事情，我还是不要等我们喽。但总之，他们做的事情呢，就是透过分散式账本，他们用以太坊。那你捐的时候还是捐台币，那大家收出来的时候当地货币，但是里面的每一手就是透过分散式账本去说，那我这次从谁收到，取用的时候到底弄到哪里去等等。那好处就是说，这个网站倒了，那这个技术还在，这个网站如果想要传开，每个人都会知道，所以这个时候责任就增加，大家也比较愿意捐钱。所以以上大概是几个，就是分散式账本技术下的一个运用。有十七位朋友们问说，如果真正改变政府上一号无法有效传下一号的这个加化的一个系统哈，我一篇手上有一个作家，他叫做巴金斯夫尔。那巴金斯夫尔，他有很多的丰功伟业，好像如果大家有看过在草地上盖的那种半圆球的那种帐篷，只有一次动哈，那个就是最繁忙的。那夫尔他有句话，他是这样讲的：旧的系统，你想要去修改它，想要去改善它，想要去运动它，想要去挑战它，都是徒劳的。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做一个新的系统，这个新的系统让旧的呢 obsolete， 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个旧系统它就是上一辈子的就没有用了，这样子。好，意思就是说，解决旧的系统的方式，并不是在旧的系统里面去玩那些打赌钉，你越打赌钉，它只会长得越来越大，也不是去开外挂。而是说，我们就建立新的系统。那这个新系统来开始，也许只能解决少数的问题，那没有关系。但是呢，在开始有年过前，这个系统会越长越大。然后，终有一天，素养导向教育、自主自发、互动共好，这个新的这个系统，忽然时间大到所有课堂会的委员都觉得说，真的做那一套好像是蛮烂的。那这个时候，忽然时间就大家都一次性的转移到新的系统，那这是唯一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别的方法。那所以我今天在讲，就是说我像我现在在政府里面，我工作的时候，当时有签约法三章，有三个就是工作的compact， 就是一个盟约了。那用英文讲的话，就它特别是 location independence， voluntary association， 对 radical stress。那用中文讲的话，就是说，我在哪里上班都算作上班，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作上班，所以我才可以去工作。我才可以巡回全台湾去看，像那个青春计划啊等等，就是每一个社会创新相关的计划，我就跑去那边驻点。然后我驻点之后呢，这个就跟那边人聊天，然后呢聊天通通都算作上班哦。然后我聊天的时候呢，好像说左上角就是我在聊天。然后呢我聊天的时候，更远的朋友像台东的朋友，他也可以跟我视讯来一起聊天。可是呢，当然像我们去聊天的时候，我不能不带幕僚，但是幕僚不用跟着我去台湾跑，他们就在台北工作。就在社会创新实验中心，每次十二个部会的朋友，大概每两个礼拜就聚集在这边。他们就是能透过我的眼睛去实际看到这些青春计划、农社企、USR， 大家想得到的各种 USR 等等这些计划，到底在各地发生的样子，跟他们脑里想的到底有多大的落差，通常都很大。然后到底碰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通常都是有效的问题。然后到底这个会对未来有什么不一样的想象？他们都希望跨国会员有更多的好，之类之类的。那然后，所以这些里面有些很具体的，像有一些朋友，像合作社，然后就说，他一定要这个计划一定要工商登记，但是我们只有税籍登记嘛，因为合作社是对内政部登记，这个毫无道理，对不对？那在以前，他如果跟内政部讲这个，内政部就会说，可是我们不是主管机关，我们不是主管机关。那你去跟那个主管机关说，不行，我们不是内政部，我们跟内政部反映，那这个的确会被解聘。但是因为十个部会都在这边，所以大家因为面子问题，对，因为同侪压力，真是，那就不能够说是我右边这个人的问题，他们就一定会赶快交头接耳一下，然后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具体的解决方案。那所以说我们很多查很久的法规啊等等。
走实际的在地，他不用搭四个小时的旅游马来台北坐十五分钟的线，然后说真的没有人知道他在讲什么，而是在他实际在地方，我甚至在那边跟我爷爷在那边住一天，就真的知道他的情况。然后呢，我就好像是调查报道的记者嘛，对不对？就在那边，然后去询问这些这个专业的事务官说，发挥你们的专业嘛，解决他们的问题。那这个时候，专业事务官知道说这是公开的，所有资料都在网络上，所以呢，他们就不会有土地罪的问题，因为这不是这个个案，而是公益嘛，公益所有都是透明的嘛。那第二个，如果他在做这个东西有风险，他就会跟他的部长说，啊，是台风政委帮我们这样子协调，所以风险都是我吸收啊。那在地的朋友们看到成本来，马上也都解决这个问题，那他就说，哦，这个官员真的有在做事，所以他也有 credit。所以同样的就是刚刚那三个嘛，你减少他的风险，你省他的力气，你又让他有 credit， 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们这样子巡回这个一年多下来，其实解决非常非常多的相关的这种问题。那在过程里面，我们就形成一套新的系统，这不是我又再去外挂成立什么社会创新部啊，而是说我们动员所有十二个部位的力量，然后呢，这两个部位、三个部位顺利解决之后，哎，旁边十个部位就听到了，以后再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哎，他也觉得已经可以啊，或者是说像教育部约啊出来说，哎，你知道我们编这个计划都是编两年的经费，实验没有问题，我们再追加三年哈，也不需要每期或者是每年去核销哈。哎，那文化部这个主任一听到，哎，有道理啊，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公务里面自己这种方面的创新，就是透过这种花粉授粉这种方式，然后去扩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新系统可以说服大家的采用，但是我是可以去挑战这个旧系统的正当性。旧系统正当性是我们并不是要再次修改或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用完全一样的人，让他们用这种 new power 的方式去解释起来，然后去面对面的真的去解决大家的问题。有24位朋友们想要知道哈，这个绿谷出生为了早餐吃了什么哈？那我很诚实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早餐吃的是我最喜欢的三种这个食物哈，它分别是这个蛋白质啊、化合物，然后分别的脂质哈。对，那刚才看到有些纤维素啊，那些微量元素，因为它数比较少，就不跟大家报告。有朋友问说，除了考级跟再训练之外，还有什么好想法？其实呢，我们像刚刚社创会议，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某个领域的专家，在他处理一个新的情况的时候，他需要一个新的领域的知识的时候，他比一般人都还没有常识，这个是真的，因为他大部分年轻的时代都拿去投注在那个领域去了，所以他反而不太了解说社会上有其他事情在发生。其实为什么要多跨部位的学习全有关系？那所以他不是认，他可能要问的是说，那他不是认是因为他的这样子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没有对齐到你目前这个分科分析的这个方法？我一直都觉得说，任何人他在进行贡献的时候，他都是用他习惯的方法来做事。你没有办法改变他脑里面习惯的方法，你只能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刷新他的事实，就比方说清掉浏览器的快取，这个是做得到。那第二个是你改变他的感受，就是说他本来觉得是好像说公民参与跟大家民众直接对话是洪水猛兽，一定会翻桌，一定会有人做什么，有的没有这种事情，没有人占领议事台，一定会有人抢麦克风，一定会有什么东西吗？但看到你就脑补嘛，就跟那个短片里面举手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一样嘛，看到你各种的感受。但是你做的事情就是说，你让他好像旁观者一样，他出来观课，去来观察我们一年下来。开40几场协作会议，开了20-30场这种巡回会议，开了非常非常多次，也是20几次 office hour。他就往里面看，他就发现说，没有翻桌，看起来很好，大家看起来虽不满意，但都可以接受。然后即使是看起来针锋相对的朋友们，我们一直往上走，大家都还是有共同价值，就一点是可以求同。但他多看几次，看到你就体验到一些比较好的感受。那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就是说你只要针对性的尖锐，你就要发给大家这个很好喝的饮料了。然后呢，如果是你需要大家集思广益，需要动脑筋的，那个饭盒的那个质量要非常高，不要任性的这个食物嘛。为什么呢？因为你过了一个月，论点大家都忘记了，但是食物好不好吃过了几个人。如果这个喝的吃的很难吃哈，你论点再好，下次就不来了。那如果喝的吃的很棒，就算当时跟你出去共事，我们下个月再来开一场会，但是这个时候。
后真的太棒了，但是下一次的时候就可以来。这就是为什么社团中心有专业的厨师史达利的关系，就每次做很重要的会议的时候，他就做出各种分子料理、创意料理，听都没听过，想都没想过，吃哇，非常的好吃。然后他就跟你说，老师在里面用有机农法，用什么新的什么什么创新的东西做出来，就说哦，社会创新真的是太棒了。你就是改变他的感受，用心他的事情，让他能够找到他本来的这些训练，这个用武之地。那这个时候，这个淘汰就是只是从他本来的事情的感受上淘汰，而是把这个语言从这个位置上去淘汰。那这个目前具体的就是改变你的，大概就是这样，也是跟大家分享。对不起，只能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吧。但是我可以到五十分，对不起，我知道五十分太好了。那我们大家可以回答我的问题。有位朋友问说，康老师你好，现在心情不太好，你是不是能够放弃教育的一段时间，再一点就是说，他就是要花在改革上，好像出现了很多经济学者非常关键，就是很多经教学者有啊，在实践上说一主流的大学已经通过脑部这样是有其他民众看不见的会有难哈。这个刚刚好回答20分钟都用完了哈，所以我不想想要怎么讲这件事情。其实教学研究。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应用，就是教学研究应用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他可以分配他的时间去做的事情。那就像我们说的，就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就在这三方面非常的擅长，所以一定有相对擅长的，相对不擅长的。那在很多的领域之前，我们太注重就是所谓的量化指标。那量化指标就像不知道什么论文啊、期刊啊什么的，大家都很熟啊，跟我讲。那这些东西的好处就是算了。那它的坏处是说，它跟实际的影响力其实不一定有关系，是脱钩的。所以你去量这种 midpoint 的 KPI， 那它其实这个 KPI 它虽然是 performance indicator， 可它就不 key， 它其实不关键啊，它只是 KPI 啊，它不是 KPI。那这个就是我刚刚其实没有真的推荐给大家那本 GDP 的书，讲的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一个经济体，你只量它的 GDP 的话，那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些地方、有些经济体，它就是可以透过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国营事业跟党集合作这样的方式，在不违背一般会计原则的情况下，把 GDP 爱弄多高就弄多高啊。那么，附近有些经济体非常擅长做这样子的事情嘛？你说它有一般会计原则没有啊？但它可以让 GDP 爱是几趴就是几趴，就是非常的。不值得学习。好的，但是就是说，可是那是因为你国际的这些东西都在量 GDP 啊，那个经济体它想办法解决贫穷，想办法解决饥饿，也是做非常多重要的事情嘛。可是当它要跟国际讲的时候，它不得不用这种 midpoint 的这种 performance indicator。对，那我不是在帮那个经济体讲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经济体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国际上面有这样一种脉络。那所以回到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在做 KPI 的时候，不是以实际它造成的社会影响力来当做判准的，而不是单个能够判准的话，那就会变成是说大家一起花在中间的这些 midpoint 上。那因为你要量化质化指标，它没有办法，后面这个质化指标没有办法很快的变成中间可以摆平量化的东西，所以到最后就变成是说教育局觉得自己是资源分配者，大家都说要公平，公平就要量化，那这个就回到当年联考的逻辑去，就是说里面。别的没有办法，按只要考试把考试指导的分数嘛，那考试这个选择题多一点嘛，那选择题多一点，这个变量化嘛。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高校生跟那么重要的关系，就是这个就是一套新形态，它目前没有完全取代掉包含这个优秀的教授或者平等或者所有这些相关的东西。这个结果我们现在在做，不是没在做，学会修的话真的修，值得修。但是它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看到，有一套新系统，它是高校。可以跟他在地的社会一起提出说，我解决一个社会环境问题，就是我存在的目的。口号叫做“有大学的地方就有希望”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好，然后透过这个方式反过来跟教育部说，那你给我2年的实验，然后实验如果不成功，那再说嘛，对不对？那少付了学费，至少把我们实验的过程到底需要学费上的贡献啊。好，那如果成功的话，再给我更多的经费，那在里面某些部分。再更往应用端走，在这中间，社会科学或者是公共行政学等等的这些研究，也可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有更多新的活络的想法去出现。所以这是一套新系统。这一套新系统，它的正当性，因为是高校生是今年1月1号才启动的东西，它的正当性被证实越多，我们越有这个底气去
说，那我们就把本来这些民工这边给抽掉。我们这边如果累积得出社会上的评估的量化方式，好比像说你现在付一块钱去盖监狱，然后去这个辅导这个更生人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不如说你所谓这个预防生理治疗嘛，你在一开始他有 delinquency， 他有一些就是或者他之前是比较小的前科的时候，你就先让他变成他觉得他对社会有贡献的这些，那你这边看起来可能投入蛮多钱，那我们只要可以算得出来，按照 evidence base去用可能这个 random control trial 的其他方式去算数，你在这边投一块钱，未来可以省四块钱，或者是说政府直接补助只能有一块钱的效益，但是你透过这种大学高校的这种结合，你一块钱的教育经费可以变成五块钱的社会价值，只要算得出这个路线来，那后面就一片坦途，就是说你就有量化的东西可以去使用。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中心行动方案接下来四年特别是要发展这种社会影响力评量的方法的原因。当然国际上要非常多排比，台湾也有大概七种不同的排比，但是我无所谓嘛，就每个大学挑自己觉得适合的，让你慢慢就会试出一个真正的把它还原到量化可以评量的这种解决方法。那有时候我朋友想要知道哈，如果唐先生的能力，但是没有唐先生家庭的背景，如果在现在台湾社会体制底下，能够获得唐先生的成就哈？那首先 slide 大家都可以看了哈，这是一个。但是我不想这个我的成就本身其实是大家的汇聚。我刚刚讲的那一大堆这个改革啊，那一大堆东西啊，那一大堆法律调试啊，新的资源解决方法，国际上的实践啊，什么东西啊，就那个是我做的。对不对？空气旅程那又不是我自己去加空气盒子，我跟说的每一个网站都是各部同仁自己去做的。我并没有真的做什么事情，我做的事情只是确保说，任何人他来找我的时候，透过激进式的透明，能够让任何之后的人都能够省一些时间，让这个人能够再去跟后面的人解释一次。我做的事情只有这一件事情，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当然就是说。我在现在的这个位置上，政委如果今天做这件事情的好处是说，那大家看到的就是政府实际运作的方法。但是你在任何别的位置，你也可以用这种激进式的透明的 voluntary association， 你不去强制别人，是别人来找你，大家合力然后一起去做，你不要去命令别人，以及人在任何地方用一些协作的工具、共比的方法去做。那当然这几天在那个中研院，就是居立立正在。有三天的研讨会，就是临时政府正在探讨全世界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其实现在在全世界，不止台湾正在弄这一套，好比说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它是作为 participation not delegation， 因为现在执政嘛，那他们所有的这个每个部长，五星运动每个部长都是网络上面大家互相讨论然后选出来的人，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变成事实，它不是说好像台湾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弄这一套的东西，在非常多的地方都已经冒出这样子的东西来。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在台湾，你如果是在国外工作，那其实你大概都可以找到类似这样子运动的价值的东西，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管道，让大家的力量透过能够去做汇聚。那我蛮确定说，我现在不管有什么能力，比如像说这个看到字能够念很快的能力哈，这个都是不断不断的在上千次的这种这个演讲中练习里面慢慢慢练习出来的，它并不是说我出生就有这样子的能力哈。那当然就是这个房间为什么也有传闻啊，说什么智商改善啊什么东西，那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个事情快取的这个澄清哈，那个是公分，那个是公分，就是我身高是180是没有错哈。但是成年人智商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有正确的 app， 你拿一个手机换个 app， 五个 app， 你去做维持视力测验，每个人都破表，就是每个人都160吧。那当然了，因为他测的这些东西，就我现在都已经可以交给手机做一些东西，但已经一个没有意义的 KPI， 如果再去冲的话，那就跟隔壁的那个经济体重比例、GDP 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要讲的是说，但重点并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说你多愿意去放下。非得到别人听你的话不可的这样子一种态度，然后愿意让自己变成一个管道，那只要愿意这样做，不管你在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去运行这样子的引导。有一个朋友提出一个程序动力，说请说慢一点哈，这个那好，没有问题。接下来13:05，我会说慢一点。有十九位朋友们问说，如何教学生敏锐观察、发现问题、同理心、
去思考以及创新啊。那这个其实是身教，这个没有办法通过言教，都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学生面对一些困惑、面对一些困难，或是在年轻学生都会说社会上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等等，这些时候，如果你能够去以身作则的去发挥你的同理心的学习思考，那这个就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身教。我举实际的例子，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一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我们在众议平台上面，大家可以如果对政府的各个施政计划有什么疑虑的话，你可以加入审计部的那个专区去提疑虑哈。我们都非常信任审计部，因为我们去问大家什么建议的时候，大家不一定理我们，但是审计部问大家什么疑虑的时候，有很多人响应哈。OK， 就是监察院这个是有先天的优势，但是呢，在行政院的众议平台里面呢，你可以做一个就是提点子，就是提案。那这个提案，这个我们主管不仅被责，我举几个我们实际有处理的这个案子啊。举例来讲，像有人提案说报税难题难用到爆炸，那对，那这个是纯粹的负能量哈，因为没有任何正能量的部分。那但是这个我们的开发者和联络人就不到两天就回应说，所有话题最凶的朋友们两个礼拜之后请来财政咨询中心，我们一起来做明年的报税系统，这是去年五月的事情。那所以风向马上转变。80再说在这部长下来，接下来就变成说80来说啊，那我就可以怎样可以更好，所以把大家邀到厨房里面的磨砺嘛。那总之就是有直播嘛，所以大家都可以在现场参加。有人说自爆国，有人说华丽到让人迷惘，有人说这个，有人可能记得去年报完税就跳出一个小这个什么国税局的这个代表的这个宝宝，就说感谢对国家的贡献，想让你这个心情好一点。那有的朋友就马上吐槽说，我想不到报税心情就不好嘛，就想要浪费我任何一秒钟来让我的心情变好，让过程越短就是越好，之类之类，总之就说这些，我们看我们都完全没有妥协掉，你接他写什么就贴什么。然后通过服务设计的方式，真的我们就一起做到，就是今年的报税系统在 Mac 跟 Linux 上面跟平板上面，当然据说这个有96%的这个赞成率吧，就觉得我们做得很好。那4%的朋友们，就要来厨房一起来做我们明年的。所以像这样子一种协作的方式，它就是身教，就是这位提案人的这个主持人老师，他其实就是一位老师。其实这个也不是他想要提的案子，是他的朋友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的 complain， 他只是进行了一个就是转传的动作，他把他的这个抱怨愤世嫉俗的这个文章，在其实国税局不会看到的 Facebook 上面，去把它变到国税局非看到不可的中文平台上面，他只是进行了一个代转的动作，那在这个动作就引发了接下来协同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重要，因为本来他的那位 Facebook 朋友。是说啊，我觉得讲的也不会有用，那就叫做习得了无助感嘛 ，learn of sense。他前面讲过14次都没有用，所以他就觉得没有用。那这位卓老师，他就是说，我示范给你看，说是有用。那这个时候，这位朋友他第一个就比较没有那么厌世了，因为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说他下一次碰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就比较会愿意发现问题，跟投入时间去做思考跟创新，因为他等于解开了他。我们在教学上面叫做麻痹经验，你解开那一个麻痹经验。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说，我们同样是众人联署平台，也是超过5000人联署，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解决塑胶吸管的问题，让海洋不要有塑胶污染。然后那位提案人好像只有16岁的样子。然后我们实际来就是协作会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头头是道讲的非常的厉害，其实是台湾是看到有希望一个地方。对，那但是讲了半天，为什么会提这个案子？是他公民课的作业，他的公民老师去鼓励学生去了解这个政府和各种联署的平台，并且鼓励大家找出能够去让大家超过5000人能够呼应的案子，让大家去找说到底哪些案子能够集合整社会关心的程度，所以这其实他的随堂作业。那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老师也起到一个身教的作用，因为这个老师就在课堂分享说，这个有联署办哪些成功了，就会进入协作，他分享一下哪些有传播力、有感染力，然后要学生去有样学样嘛。那所以这位这个年轻的，好像是一位高中生，他就提案，他变成提案人，领导的5000人来跟政府去进行讨论，然后让我们现在一定要用纸吸管啊，或者甘蔗渣啊，或者是据说这个意大利面条2小时之内不会软掉啊，这个各种各样子具有创新的做法，就是要感谢这位高中生啊。
但是同样的，这个老师可能本来是一个候补，根本不会去想说环境因素、限速、政策为什么。但这个老师同样是用身教的方式去告诉大家说：你看，你如果要造成改变，你就要先引起社会的共鸣，然后让学生自己去发挥他们这样子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有在座的朋友，你想问说，作为一个行政体系的公务员，可能也感受得到激励机制难起作用。不好意思，完全感受不到。我目前世界每一个激励机制都很有用，每个动力难以内生的问题。所以，如果政府内部难以引入自由市场竞争，如何能更有效地传达反馈，以完善退场机制？那其实这位朋友跟我其实有一个观念上我们需要沟通的，感受上需要沟通的地方，就是说，其实绝大部分的专业的事务官，他真的是为了公共利益在做事情，而且他真的做得很好，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他的想法到他的科长或者到处长，那个处长或科长就觉得啊，我没有经费参加那么一个事情，那就没了。或者是说到科长或处长，因为我们需要别的机关单位的协调，哎，这旁边这两个处彼此太小，谁都不想做这件事情，就没了。或者是说，就到这个部的情况，像当年这个电子竞技的时候，文化部觉得说这不是部有文化嘛，体育署管一下，体育署说没有动到身体嘛，经济部的事情啊，经济部说我们做的是这个运动场地，运动员关我们什么事情，文化部管一下，好，其实甚至到部的层级都会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些同仁都已经提出非常多可行的案子，大家都看得到，所以才会形成一个片面的印象，觉得哈公务员永远在做事情，那这个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我现在在做事情，就是说我的协调是全部都公开的，不管协调成功或者没有成功，大家都已经看到专业的文官到底在想什么。那像电竞来看，我们这样抛出来，我们这三个部队的立场抛出来之后，我就马上接到迪卡上次做演讲没有提到他，就是很不高兴。对，他总是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在地的社群都会传这样子一个讨论稿，然后他们就说啊，这个其实你可以这样去解决啊，文化部已经有在帮围棋选手做替代力啊，围棋也是一种文化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体育部不一定只能管体育啊，他明明就有智力运动的桥牌啊，啊什么之类之类，就民间会有什么想法，当然还会有很多很酸的。那但是前四楼很酸的，我就当作没有看到，那我就只把第五楼就是专业的那个部分带到这个政府的会议里面，所以造成事务官也觉得哦，他们都好专业，为什么把三楼略掉的？但是就是说把五楼的，那为什么五楼专业？当然是因为前四楼看都没看就回了，五楼是第一个看的。那他看完之后，这个又能够快速反应，表示很专业。没有，总之就是五楼就的力量就激励过这个政府。那这个他说是真的，好像是这样子。那我就可以说服文化部说，你看围棋现在比赛也都在网络上，训练也都在网络上，只有最高层级的比赛才是面对面，大部分的选手的时间都在网络上，而且 AI 也下得比较累哦，可见围棋是一种电竞。好，那那围棋是一种电竞，那已经在补助一些电竞选手，所以别的电竞选手也比较淡定了。然后他又说不过我了，所以到最后就这样。对，你说到最后到底怎么解决？包含电竞专班啊，包含这些东西，电竞专班就说啊，体育这个都已经有啊，这些之类。那总之我们其实只花了三个月不到就协调完，而且大家都觉得事务官不推责任，大家都非常非常专业。那这个时候你就不需要用所谓的自由市场竞争，好像是让这三个部位彼此 PK， 没有这样子的必要。这三个部位就是他们之前为什么不做事，就是怕说我做了三分之一事之后，另外两个人不做事，他的事情都会变成我做。那其实我又不擅长，又不是我的选择，为什么要这样？那这个我们就叫做 coordination problem， 谁都不想要先动的那一个。那或者是说，如果这个牵涉到不只是政府，也包含民间要做一件事情的话，像电竞相关产业联盟啊等等，那就是我们叫做 wicked problem， 英国有一个专门的讲法 ，wicked problem 就是说谁先动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大家都看到全貌，一起动才可以解决的问题。那所以只要你设计出这样子的空间，其实这个本身就是最好的激励机制，因为任何官员都不想要工作个十年，但是他提的每个案子他最后都没有成功，这对他是非常大的一个尊严上的一个伤害。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让他有成功一点点，这样就非常的好。如果不太成功，他没有预算，没有怎么样，我们透过上总统来给个送，他就去找一个民间朋友去提案，民间朋友提案，总统当他的 PM， 没有什么资
资料用不到。那失败了，哎，那反正我们就当做下一次的一个从参考学习嘛。那成功了，哎，他可以说本科配合办理，那在系统是他写的，但他就是找他的这个民间朋友帮忙提。那本科配合办理，配合办理之后，哎，那总统杯其实前五名也没有奖金，他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奖杯，但是我们给他的礼物就是说，哎，他明年就变成公务系统的一部分，体制就因为他改变了，所以这不是开外挂，这个是直接去 refactor 重构这个体制的方法。那像台湾自来水公司说，啊，我们一直碰到漏水问题，院长让我们解决漏水问题，那但我们的老师傅巡回全台湾花一年半才看到漏水点，能不能有 AI 来帮我们去看到哪些地方先漏水？哎，就解决了。解决之后，他们现在纽西兰啊，因为纽西兰本来不缺水的，气候跟经济现在缺水，所以他们的选择就是跟以色列买超贵的，而且他们看不到原始城市码的解决方案，或者跟台湾的一个整个团队一起去进行就是共同创作。那哎，人家愿意把他们每个区的水量、水流量交给台湾，这个是一种信任的展现。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暖实力外交，它没有什么剪裁的部分，但这个就是每次大家想到台湾就觉得说，哎，台湾可以帮，台湾可以帮。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些公务人员是非常非常大的机遇，他们就会觉得说，好像在台湾自来水公司只是一个，就是你知道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的一个冗区，而是说它可以变成它是外交的尖兵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当然有些人方面也。就是用什么 startup canvas 啊，什么 lean startup 啊，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激发这些台水的同仁们的金石创业能力，所以说不定我们会看到台水有一些金石创业这个 project 出来。好，那所以最后一个问题。